母猪说，这都不是咱的风格嘛，咱袂使去讲这恶意的人身攻击嘛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嘛，啊，都唔对嘛，啊唔对，当然主席也道了歉了，但是其实上也会伤害到我们长期来我自己定的核心价值。大家在努力的过程当中，任何人来帮忙，我们都感谢。但是选举是好酸人的代志，好酸人决定了选举的策略。任何人来帮忙是要按照这选举的策略来帮助的。像我，我非常清楚我的核心价值，我喜欢被出来酸的，我可能被进门人家代志。那种单纯正向、阳光的这样一个力量，来打败所有在选举过程当中的恶劣文化，让台湾能够团结，不要制造对立跟冲突，这是我一项。所以我从选举到现在，我不攻击、不谩骂，更不会抹黑，这是我的忌惮嘛。啊，我有讲过，我第二个忌惮，就是乎一个基层的。大变一世人，经过十四个机会人，大概检验过我38年，就是这样做事一个态度的，让基层的人又有机会能够当一个直选的民选首长，而且可以做得更好。不是一挂政治人物，拢这些人咧做来做去，拢这些人咧选举，因兜选，伊也选，全部拢咧选举这些人，不一样的非典型的政治人物，也有机会。一旦为咱的企业做代志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选择的价值，那我选民来做一个判断。我有觉得说，今天会不会跟新党主席的争议舆论，你怎么看这个？不对的代志就是不对嘛，不对的代志就不对。我选举就是正波，我爱讲攻击跟谩骂嘛，打坏了选举的步骤，我该讲话的时候，我是一定会讲话。这是阮。大家可以算计，然后人来帮忙，要按照我们自己的选举的步骤来填。每一个人我们来帮忙，我们都感谢。但选举的步骤是候选人自己的，自己要走自己的路嘛。